那么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提到两位来宾是讲到这个香港马英九香港行被驳回了，不过另一方面呢，蓝绿之间的政治恶斗似乎也让台湾之间的族群撕裂越来越严重了。因为最近我们就看到有一名自称是公民记者的女子洪素珠，她就公开的在脸书上上传了一段视频，是她采访一位大陆来台的外省的老农民去辱骂她。而这样的一个视频呢，一上传之后在台湾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视频的片段。不过提醒民众的时候，这个影片的内容有一些是比较这个涉及公然侮辱的一个言论，并不代表我们在场这个节目的和任何来宾的一个立场。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段视频。频的片段，你为什么会来台湾？我爸爸妈妈带我来的。几年？39年，民国三十。啊，可是现在已经开放了、啊。我在台湾，我在台湾工作，在台湾上，我回去没有工作，回去做什么？可是金门、马祖是中华民国领土啊。对啊，对啊，我是从大陆到台湾来。没有大陆这个地方啊。怎么没有大陆？共产党不是统治大陆吗？啊，那你是国共已经好了吗？跟好与我没有关系。可是台湾没办法再养你们了啊！啊，台湾人没办法再养你们这些中国难民呢，要回去了。回哪去啊？回你们祖国啊！我替台湾贡献了5、6、4年。我们贡献来养你们的，对吗？你认为我们台湾人养你们是对的吗？我在台湾贡献多少年？我们贡献比你们多。你们是来台湾是啃台湾人的骨。不要讲那么多。你们回去好吗？你们请你们回家，请你们回家去。你没有资格。为什么没有资格？哈，叫美国站你们回去。我不要和你。你们是美国站你们过来的，你知道吗？谁带我过来的？美国啊。美国与我没有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们是跟着蒋介石集团过来的。不要给我多啰嗦，我不和你们啰嗦。没有什么叫啰嗦，你们就回去就不啰嗦。我回哪去？回你们老家。你们祖国在哪？你给我机票钱。我干嘛给你们？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辱骂老农民的视频上传到脸书之后，在台湾引起了全民公愤，也引起了很多的议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向两位来宾提问。博弈，我要首先要讲一下，这个蔡英文总统已经说了，这个至少他作为一个民进党主席来讲，禁止流传这段视频啊。所以这个当然这段视频刚刚东宁也说了，这个内容有一点点这个可能会让人激愤的，所以这个在收音机旁边电视机前面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如果你看得非常非常热血沸腾，先稍微平静一下。像先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就是虽然刚刚那段视频可能听起来让人不太舒服，但是也意外的引发了蓝绿的团结。蔡英文总统引用了这个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的脸书，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同时国民党也说要希望能够立反族群歧视法，那么民进党也乐观其成。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是反而意外的促成了蓝绿的和解？但蓝绿之间就是说这种族群的分歧，它到底是一个真情况还是一个假议题？我觉得是假议题，因为你说现在外省人，其实台湾大部分的外省人第一代也都差不多凋零殆尽了。那现在很多外省人他们都是来台湾的时候年纪都是比较小，比较不像是抗战那一代的，就真的在大陆成长的。他们可能都是在大陆度过童年，像刚刚那位是民国39年出生的，那他可能是跟着父母来，然后在台湾打仗，在台湾当兵，在台湾保卫台湾的。那他们可能也都是娶台湾的老婆，可能他们的夫人都是本省人，那生的小孩其实也是台湾人。那你说他们到底是属于台湾人还是外省人？我其实是打个问号。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可能有蓝绿问题，可能有南北等对峙问题，可能有统独对立问题，但是我觉得什么省级的问题其实是假的。那至于您说蓝绿和解，我觉得蔡英文当然他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现在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但是我觉得他做的并不是很够。因为这次洪秀柱下南部去看老农民，但我觉得如果蔡英文是他真的有要拉高这个格局，他应该跟着洪秀柱一起下去做这件事情，对整个台湾会有很多帮助。那比方说像这次国民党提出反族群歧视法，那民进党马上要操作说他是转型正义，那我觉得这个也不必。其实到底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转型，我觉得不必去讨。但现在他这样一弄，蓝绿本来看似要和解，又要
又要撕裂，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做法了，这是我的观点，谢谢。嗯、是好的，谢谢啊，这个啊，徐建宏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这个赵岩赵先生，就是您想请问您对于目前这个情况的看法，因为您觉得您刚刚在上半场也说，您觉得中国人打中国人没什么意思，但是的确还是要拿香港的情况来类比，在台湾。刚刚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较可能是持着本土意识的人，他们会觉得说，从民国1949年来台湾的，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比较正统的台湾人。那么在香港的话呢，也是觉得说回归以后呢，大举到这个香港的一些大陆来的人，他们也不觉得是这种正统的香港人的，因此产生了这种所谓的反双非，还有这个驱黄运动等等这样的一个反大陆人的一些行动啊。您觉得这两个地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对于大陆人的反感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在这个香港的问题上，主要是大陆的这个官僚买办阶层以及这个他们所渗透的那种思想，导致了香港人的一种反感。因为香港这个回归了17年，中下层的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并不是很多，那么真正得到实惠的像李嘉诚这种大富豪跟这个中共党内利益集团这批人，他们得到实惠是最多的。那么很多老百姓由于这个文化的那个层次问题和其他问题，他思考问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觉得你在这儿抢了我的利益，那个所以大陆人来，我在香港待了3年当中有1年半时间在那边，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反陆客、反水客，一个甚至有的从大陆过去刚十几年的人，见着大陆人，你们都是外省人，也有这样的说法。嗯，当然前提就是说，刚才我们看那段电视，至于是与非是很清楚的了。那个你至少要尊重老人嘛。而且他说这你要滚出中华民国，他也不知道中华民国的概念，不仅是大陆，还有西伯利亚那边呢，那个贝加尔湖以东都是中华民国的版图嘛，是吧？你习近平去那个德国总理默克尔也给了他一个荷叶形的那个中华民国，前期之前的那个地图，就是说大清的那个地图，就是对错不用说，就这种情况都是由于在这个对台政策上所采取的这个不对的方式，导致了台湾人对大陆人，甚至是大陆过去的这个老一代人有所反感，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在法律上这完全是错误。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董宁。嗯，好的，今天我们也是透过不同来宾的观点和看这段视频啊，来讨论如何来弥平台湾这种族群分裂的一个现象。也想听听看两岸的听众观众有什么样的意见。先接听桃园林女士您的电话。桃园的林女士，你好，请讲。喂，您好。你好。那个，我认为说，在这次的事件之中，我真的觉得说这样的言论真的是深深的打击我们台湾人对彼此的信任。我也希望说以后我们的台湾社会不要再有这种仇恨性言论的出现。我们希望我们的言论自由是能够帮助我们台湾人能够对彼此能够有更多的认识跟接纳。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桃园的林女士。台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讲。哎，东你好。哎，你好，请说。那个台北市民啊，我认为我们那个蔡总统哦，从上任以来啊，台湾是欣欣向荣，请美国的记者啊来我们那个台湾看一下，不管那个塞车塞的有多那个，但是没有什么食物品的问题，绝对没有。嗯哼，这个是个案。Okay. 那个洪小姐那个是个案。好的，台北的刘先生认为这只是一个个案的事件哦。台湾的族群事实上并没有像刚才视频中所呈现的这样的一个分裂的状况。再请教这个辽宁的王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王先生您好，请讲。我对台湾的社会早已失去兴趣，我认为台湾都是比较丑陋的一个社会。我当然我非常清楚了解台湾。再一个，我要跟华盛顿道歉的主席说，从89以后，你们的政府全都已经破产了，已经自己不为人知了。
别在这个说法上。谢谢。好的，谢谢辽宁的王先生发表个人意见。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大家好，我希望台独哦，成人拍照的那个相片哦，公开出来啊。然后第二点，我希望媒体哦，不要开口闭口就是蓝绿。台湾哦，人民哦，根本就是没有什么蓝绿，就是那一些那一些搞政治的啊，媒体的这样在搞在讲蓝绿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口号？所以就是人在分裂啊。谢谢大家。好的，台北的黄先生似乎也认为这个事件受到了政治和媒体的一个操弄跟炒作。再接河北李先生您的电话，河北李先生你怎么看呢？李先生请讲。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民进党不让这个马英九先生去香港，我感觉很明显，他是一个政治追杀，嗯哼，是吧？最近这个立法院又推出什么国民党什么党产这个案子，我觉得完全就是想置这个国民党于死地而后快。好的，感谢。族群对立，河北的李先生发表个人观点。不好意思啊，打断您，还时间有限了，再接最后一位新北市的张女士。新北市张女士您好，请讲。这个很遗憾哦，这是无知所造成的罪孽啊。那我是认为真正要解决办法哈，是应该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大家。那个老农民非常的委屈，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绝大部分台湾人是更大的委屈，因为很多年以前也有人呢在公就是那个郭冠英呢公开在媒体里面辱骂台湾人叫做台巴子，可是事实上千年文化是真正的河洛文化，河洛化是真正的汉。好的，感谢新北市的张女士，不好意思得打断你，我们接下来结论时间有限，不过很感谢张女士也特别提到了过去除了今天这个造成事件的红素珠女士之外，过去也有一位郭冠英哦，自称是高级的外省人，并且发表了很多像台巴子或鬼岛这样子，对不起，是比较这个侮辱性的言辞，也是做一个相反的例证。接下来我们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做最后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嗯，马英九先生能不能这个将来去这个香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希望中国人去哪儿都是自由。但是那个，中华民国现任的总统不让他去，我觉得这个行政权力决定的，他也有这样的权利。嗯，因为他确实涉及国家秘密太多，这是其一。其二，这个老先生在台湾所受的委屈，真的是，如果按照那个公民所谓的公民记者说的那样的话，那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现在没有美国的公民的身份，我们只有绿卡。按他那个逻辑，我们也应该归回中国了。事实上不应该这样，应该一个开放现代文明的社会应该是包容的。况且老先生在那个台湾已经生活居住那么多年了，那个他肯定对台湾的当地也有所贡献，他至少要你工作要交税嘛，这就是贡献嘛。好的，谢谢赵岩赵先生。许建宏先生最后一分钟。我觉得说这个问题，农民的问题，我是觉得说，其实真正一个很讽刺的问题，就是说今天台湾能够维持一个实质独立，就是有一个中华民国的体制在台湾，不被共产党统治，我们在这边的每个中华民国国民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其实就是像影片中那样老农民那样的人，他们牺牲他们的青春岁月在金门马祖前线帮我们作战，然后在横贯公路那边帮我们修公路，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这么多的福祉。那今天台湾，我至少可以很肯定讲，这个老农民比任何一个所谓天然毒的贡献对台湾都还多。所以要是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今天这些天然毒在这边否定中华民国，或者是否定国民党的权利。那当然，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否定任何一个政党是没问题，但是人总是要饮水思源的。那当然，你说像郭冠英这样的言论，我认为也是应该要谴责的。而且郭冠英他不止说侮辱过台湾人，他也甚至侮辱过老兵。比方说前阵子好买，他有次选举他也讲过老农民被骗是活该。我觉得这种他跟洪素珠两个人是属于光谱两端，但是其实都是该被谴责的一种极端的分子，这是我的一些看法。谢谢。嗯，好的，谢谢来宾今天的讨论非常的热烈，听众观众这个回应也非常的热烈，我们非常的感谢大家。那么但是我要先说，听众观众朋友们跟这个来宾的立场呢，就是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中广新闻网，这待会稍后东尼也会说的。谢谢大家。好的，谢谢博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博弈还有许建宏先生在台北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赵岩先生在华盛顿现场参加今天的海峡论坛。谢谢
当然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也要再次提醒您的是，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很多的话题啊，可能如果更了解历史的话，或许可以让现在的民众更加惜福跟了解真相吧。那么美国之音就在日前推出了穿越1945电子书的繁体版，要带大家一同来思考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和那场战争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那么穿越1945纪录片是借由访问二战老兵的口述历史，加上抗日名将后代对父亲的回忆，为观众们还原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并探讨当时的美中两国的盟友关系及其影响。那么希望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来下载 PDF 档案或是 EPUB 的档案，在移动设备上来阅读。那么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是美国之音的樊东宁，请代表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海峡论坛再会。